好戏开场了呀！小徒弟，六一快乐！快乐，希望你早点好起来，尽快出院。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啊，我都出院了他还不知道，上游戏给他个惊喜。徒弟，我在医院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呀？哇，师傅你出院了，怎么样，开心吗？这也太惊喜了吧，快开游戏呀、一天就知道游戏，开了。穗雅，楼下来车了，我们别露脚步，看他们想干啥。今天儿童节你有收到礼物吗？我爸送了我好多好看的皮肤，我妈送了我零食大礼包，你呢？我爸送了我八套卷子、我妈说我爸送的对。师傅，今天你爸送你什么礼物啦？我爸送了我俩大嘴巴子。真的假的？那当然是假的啦，我都多大了还过六一啊。你们学校表演节目了吗？没有，我感觉这个节日过得一点乐趣都没有。看我的。哇，什么鬼呀、吓死我了。你们过六一儿童节怎么能没节目呢？看我的。姐就是女王，自尽曝光芒，你做爱就来，不爱莫当狂。苏雅，你这也太牛了吧。我丢，啥情况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苏雅，你电话。你是叫苏雅吗？对呀、你的快递到了，快来拿吧。好。奇怪，我记得我没买东西啊。我也是给你寄的神秘礼物，我精心挑选了很久的，快去拿吧，包你满意。什么神秘礼物？我现在就去拿。视频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，点个关注再走吧。最后别忘了看我直播。